文化工作座谈会，由台湾省新闻处长周天固主持。周处长希望从事文化工作的人要尊重总统的训示，本着良知良能，负起社会责任，善尽教育的功能。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台东县花莲县的报刊杂志以及出版事业的人员。参加开会的代表纷纷发言，加持文化出版品进化内容，以达到复兴中华文化的要求。会后，并且把一些查禁违反出版法的书刊公开焚毁。